台上的年轻妹妹一身高雅小礼服，拉着小提琴，展现丰富的音乐涵养。下一组登场的双胞胎姐妹花，则是以趣味舞蹈展现活力的一面，把握珍贵的一分钟，大家卯足全力推荐自己，争取代言机会。开心可以参加这个活动，希望可以有这样的活动常常去参加，然后更加努力去表演的更好这样子。因为我要演奏的歌曲是比较中式的，对，对，没错，嗯。因为现在混搭风是现在最流行的，对。我觉得我很厉害的是，因为我自己有在代言网络上的商品，然后我自己也有在做外拍的 model， 所以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机会。觉得这次的评选呢的基本条件就是要看个人的魅力，还有所有仪态，还有才艺表演，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亲切笑容。彰化县政府在全台进行花样时代三的选拔，希望为彰化的花卉产业寻找适合的代言人。今年首次开放团体及男性报名，首场在台中举办的初选就吸引了数十位的民众踊跃挑战。都没有撕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今年2013花样时代三是第三年的举办。我们透过花样时代的选拔，能够让我们彰化是台湾最大而且是最好的花卉产地的形象，可以做一个国际的行销、全国的行销。我们总奖金呢高达130万首奖有50万的奖金。寄出高额奖金为彰化的花卉找出最适合的代言人，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选拔活动，除了让行销海内外的花卉，带动经济发展，更盼产业能够更上层楼。景君台中采访报道。